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报，我是张东旭，马上来看今天的产业动态。南港生技产业聚落 BOT 案正式启动，研调显示电视厂为世足赛备货落幕，面板价格下跌。中国大陆厂拟组记忆体大联盟，去年表示态度开放。台湾劳工幸福指数调查只有56分。来关心台股的表现，受惠新台币升值，瓶盖三巨头跌升反弹，带动台股今天盘中最高来到10657点，收复了年线关卡，并站回五日线。另外，日月光投资控股今天上市，不过开盘卖压沉重，一度锁住跌停80.1元。另外，这个星期苹果将公布财报，美国财长将访问中国大陆，都成为台股本周表现的重要关键。接着我们看今天的财经一百秒。美国税改后，苹果公司已经表明将把庞大的海外获利汇回美国消化掉。分析师预估，苹果将在5月1号法说会宣布历来最大扩大资本报酬行动，至少回报1000亿美元，近新台币3兆元给股东。外媒报道，苹果正在研发能够使用扩增实境 AR 和虚拟实境 VR 的头盔，并打算在头盔使用 8K 显示器，解析度甚至高于目前市面上技术最佳的电视。外电指出，苹果近期陆续找上广达、可成等台湾科技大厂进行产品初步开发讨论。有路媒称，中国华为正在研发手机作业系统以取代安卓，以避免步入中兴通讯被美国封杀的后尘。对此，华为回应，对手机作业系统采取开放的态度，但没有发布自有作业系统的计划。华为的麒麟 OS 已经有6年时间，但华为仍没有正式商用。全球速食业龙头麦当劳28号宣布在台征才，共开出2200名职缺，包含200名正职餐厅乡里及2000名计时人员。金海仰台电视整理报道。再来看到中国大陆的指标业者紫光集团旗下的长江存储，由一筹组记忆体大联盟找上了台湾的业者，不过目前被点名的台湾厂商之一的群联表示，目前还没有合作计划。而分析师认为，中国大陆要发展 Net Flash 至少需要5到10年时间。紫光集团旗下长江存储4月12号武汉记忆体厂举行装机，正式启动首条 3D 储存型快闪记忆体生产线，月产能5000片，计划年底量产。我们往 3D 方向走，我们的弯道超车的机会大很多。紫光先前挖角台湾第一任教父高启权，担任长江存储代理董事长。媒体报道传出，紫光有意组成记忆体产业大联盟，目标提高半导体自给比率，有意取代南韩三星大厂，抢进苹果供应链。NAND Flash 的价格是相对较高，而且它未来会大量的运用在 AI 人工智慧，会运用在自驾车的运用的领域。毕竟现在 NAND Flash 韩国的三星加海力士市占率已经逼近了50%，那如果再把美光加进来，把日本的东芝加进来，每日韩大厂囊括了全球7-8成以上的市占率。锁定 NAND Flash， 紫光传出找上台湾业者，像是主攻 NAND Flash 控制晶片的群联，以及专攻记忆体封测的细品南茂。不过，产业分析师直指 NAND Flash 技术需求高端，中国大陆发展少说需要5到10年。那我觉得它应该至少需要5到10年的时间。那当然，就目前的技术门槛来讲，或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在中国大陆本身的一个技术能力来讲，跟韩国、跟日本、跟美国还有一大段的一个差距。近期美国针对中兴通讯施以7年禁制令重罚，是否扩及记忆体产业尚未可知。台湾半导体业者群联稍早表示，目前仍无任何合作计划，不过对于投入产业的任何厂商都抱持开放态度。新台电视陈慧模、沈维彤，台湾台北报道。带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。彭博社 T-Mobile 并购 Sprint 案可能以240亿美元定案。金融时报分析师预估，苹果或将加码股利1000亿美元。华尔街日报，沃尔玛将结束英国和巴西数百家的店面，全力经营印度市场。日本经济新闻，日立和英国政府就核电问题进入最终协议，事业撤退已列入考虑范围。台湾化妆品市场每年的市值超过1000亿元新台币，尤其皮肤保养品占了50%以上。
瞄准美丽商机，各家厂商选择自然的成分作为保养品的原料。台湾有一家生技业者花费了35年投入巨资，研发出不需要乳化剂、化学成分的保养品。这独到的技术让许多国际大厂相继寻求合作的机会。接下来新闻带您直击。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，所以使用前要把它捏一捏，捏成均匀，让我们的胶原蛋白跟三肽它是可以融合的。源于一般保养品，台湾生技业者尤凯琳选择小包装设计，而捏的动作需要让里面的元素融合。撕开包装，黄澄澄接近膏状的液体，闻起来有淡淡的食物香气。尤凯琳说，保养品原料就是从食物萃取。我们有600多种的原物料，有淮山、谷类、小麦、珍珠、大豆。当初我们的研发者为了不放防腐剂，花费了将近有10年的时间。100多种的营养素原物料把它聚集在一起，而互不干扰，可以独立，这是一个非常高的科技。记者身旁的这些蓝色桶子是各类食材分解的半成品，每个桶子大约100公斤，至少经过3年的存放分解，只提取3克的精华做调配使用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液状是氨基酸跟可苷酸，它是针对皮肤毛囊的营养。那膏状的部分是我们要的微量元素。蓝色桶子里装的是经过10年分解的巴勒萃取调和物，搅拌后液体呈现乳状的深褐色。除了水果，还有分解不到2个月的姜片。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，在这一个存放半成品的空间里，完全没有任何异味。这些食材必须要这么长的分解时间，尤凯琳指出，也就是不需要乳化剂、化学成分的关键。我们所有的产品呢，必须要提炼3年的时间，让它自然的乳化，而不添加任何化学来使它乳化。所以时间也是一个我们很昂贵的一个成本。我们从1000公斤当中才提炼600克，我们把食物最精华、最精华的营养素提炼出来。台湾生技业者花费35年研发，投入庞大经费，研发出生态营养分解提取技术。原料也就是根茎谷果类及草本植物大自然食材，必须先清洗，减农药残留后切片，加入分解原料，再浸泡至少3年，将渣过滤，剩余水分经过低温干燥设备，经40°C 慢慢蒸发后的粉末，作为调配各部营养使用。低温哈。让它水分脱掉，然后不会破坏我们原本植物里面的成分，这样才能发挥植物的效果。啊，一般你只要用烘干的或是超过50度以上，我们的植物里面的维他命类的全部都会被破坏掉。所以我们的机器特殊，就是完全保持它原本的成分存在。为了满足独家研发技术，每一套设备都是特别定做。台湾生技业者从中华5000年的智慧当中了解到人体所需的营养，借由草本、蔬果中等自然物提取精华，也将这份精益帮助弱势团体，包括这个消防啊，还有这个急难救助啊、水上啊，我们都有参与。那我们很愿意取之于社会，回馈于社会，帮助更多百姓，帮助更多团体。我们希望一个良善的企业可以改变整个文化、社会、风气。目前产品种类超过130种，以欧洲、德国、美国、日本及中国为外销市场，并经过 SGS 检测，均无任何添加化学药物、不添加化学防腐剂，也取得 ISO 22000工厂安全认证。因技术独到，许多国际大厂相继寻求合作机会。其实很多国家还有很多财团一直想要跟我们技术合作。那我们希望把这份技术是留在台湾的，我们希望帮助台湾赚取更多的外汇，促进经济，让我们台湾在国际之间生物科技可以扬名国际，造福更多的人。
从小体质敏感的尤凯琳寻找到适合自己肌肤的保养成分，进而投入生技业，开创美丽商机，也为台湾拓展在国际上的生技能量。带您看到明天5月1号劳动节星期二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。台股休市，苹果盘后公布财报，美国公布钢铝豁免关税名单，台湾的综所税开始申报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，我是张东旭，我们周三再见。